市场销售增速回升，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。七月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37757亿元，同比增长2.7%，比上月加快0.7个百分点，环比增长0.35%。按经营单位所在地分，城镇消费品零售额32691亿元，同比增长2.4%。乡村消费品零售额5066亿元，增长4.6%。按消费类型分，商品零售额33354亿元，增长2.7%。餐饮收入4403亿元，增长3%。基本生活类商品销售较好，限额以上单位粮油食品类、饮料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9.9%和6.1%。部分升级类商品销售增长较快，限额以上单位通讯器材类、体育娱乐用品类商品零售额分别增长12.7%、10.7%。一至七月份，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273726亿元，同比增长3.5%。全国网上零售额83784亿元，同比增长9.5%。其中，食物商品网上零售额70093亿元，增长8.7%，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为25.6%。一至七月份，服务零售额同比增长7.2%。